今仔个新闻的头条新闻的焦点人物，就是这前总统陈水扁被收押了。这伫漳州伫审押着这前总统陈水扁了后，法院伫经过了十几点钟的庭讯，伫今仔透早即法院做出了这收押禁见的裁定。陈水扁有哪随何人刷去到这台北的看守所，接受了台湾司法历史上第一个被收押禁见的下流的元首。家庭进行了规暝，台北地方法院在透早7:05左右宣布裁定前总统陈水扁受邀禁言。8:10，载着陈水扁的专车开出了法院，一路上由警察来开导，直接移送在桃园的台北看守所。这场进行了10点钟的庭审，为拜日暗时进行到拜三透早5:30左右才结束。合议庭的3位法官，有2位法官同意收押，就进行交保。地方法院发言人随后也出面表示，陈水扁因为涉嫌重大，有串供的可能，加上本人5年以上的重罪，所以最后裁定收押。合议庭认为被告涉有贪污条例的侵占公有财物罪、利用职务诈领财物罪、职务上收受贿赂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的洗钱罪等犯嫌重大，因此今天早上裁定羁押禁见。就伫个陈水扁去用以上台北看守所了后，陈水扁的辩护律师嘛代替陈水扁发表了3点的声明。陈总统觉得他求人得人，甘之如饴。那第二个声明是，陈总统表示他愿意背负台湾历史的十字架，一人承担。那第三点声明是，陈总统觉得，这整个特侦组侦办的案子啊，他觉得是一个已经预设立场的政治迫害跟政治追杀，所以呢，他放弃抗告，以示抗议。律师表示，陈水扁昨中昼甲暗时拢无食物件，驾病的囡仔头受伤，反应稀弱。伫个医院看守所进前，有甲吴小丁通过一通电话，爱吴小丁来保重。不过，就伫个通完电话了后无外久，陈水扁立刻去用医生台北看守所，变成了司法史上第一位因为弊案去用收押禁见的下令总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陈水扁是伫个下在8:30坐到这警方车到了这台北看守所，经过了这例行的身体检查了后，入去这中山社本号是2630。啊，这看守所方面来表示讲，这陈前总统看海真忝，还是选择了讲家己一个人住。透早8:29，前总统陈水扁坐专车到台北看守所。陈水扁面上无甚物表情，走入去看守所内底。伫看守所安排之下，带入去中山社，编号是2630，参其他的人同款，必须要经过例行检查。身体看起来是疲惫了哈，情绪也是很平稳。那自己说有右手有点拉伤的情况哈。他有携带台大开立的药物3种，手里面。看守所方面表示，陈水扁当选择一个人住，或者是参其他人斗阵住。不过陈水扁选择是自己一间，原本安全防御礼物嘛，因为伊被收押禁见暂时停止，相关的盖护工作全部交予台北看守所来负责。公安局是指派一人担任联络工作。在羁押期间的借题解送的问题，为了适度尊重陈前总统，我们夜检会单独派警备车来解送，那前后呢由国安局的人员来担任接护。在这段期间，如果执勤人员有必要进入看守所，袂当诈请。目前陈水扁无伫所内提出任何特殊要求，因为是收押禁见，所以参其他收容人同款，无报纸、电视会当看。对着这位史上第一位被收押涉嫌元首，台北看守所一时当然无特殊待遇，但是嘛唔敢掉以轻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天在漳州提出了这声啊，了后这陈水扁就被人送去这台北的地方法院开庭审理。啊，不过在这个过程有哪有哪个转弯？原因是就是在陈水扁当庭来指控，讲伊在漳州和这法警该暴力啊，所以这庭审也个因为安尼中断，或者陈水扁会当靠这台大病院去验伤。
陈水扁甲尹杰梅发出攻防战，注意互人送去台北电影院顶开啊！地震所提出声压了后，台北电影院暗时八点外召开合议庭审理，但过开庭到一半，陈水扁却是汹汹起控，伊在地震所北后发现暴力对待，且边境架头痛到无法度应承，这项指控引起法官正重视，除了随要求检察官调下相关的卫兵侦查以外，也同意陈水扁的要求，回去台北电影院验伤。暗时十点左右，陈水扁到病院，病院照电工，并且量血压，发现伊的血压有加，起来搁开降血压的药啊。一直到暗时十二点半，陈水扁才离开病院。左手哪里受伤？是不是右手受伤啊？你摸的右手状况怎么样？在这多今日的解剖之下，陈水扁走出台大病院，上车时阵，左手一直持正片镜到头，心情沉重，无讲一句话，并且当地为夜光到病院探视伤员。不可能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总统假装了，第二个就是说，没有人攻击他会受伤的，这个当然是要追查到底啊。对于刚刚卸任国家元首，那在中午回回之下还可以来施暴攻击，这种东西台湾人民看不下去的。台大医生检查陈水扁是二头肌腱扭伤，已经开吃的甲补的药啊。陈水扁上医了后，随转去台北地院，法官认定伊的精神状况无问题了后，继续开庭审理。也因为陈水扁家己讲受到暴力对待，所以庭审不暂停。到底真相如何，阁需要法院甲检方做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